老板，你现在给我2888，咱们就不成鱼了，一会儿。你要不然我这条真的给50斤，怎么办啊？哇，大，好大，你看到它了吗？大尾巴都这么大，绝对30斤以上了，30斤肯定有了，好朋友们。来了吧？哎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哇，它真的上不来呀，这条鱼。我的天哪！哎，又要发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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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哪，我的线会不会脱落？现在，哎，发力了，发力了！我靠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，发力了！哎呀，怎么办？它搭桥了，所以这么大力气。搭桥了。哇，这么肥！哇，来了！哇，这么大的青鱼！哎，老板，那一口，这次没什么劲儿了吧？搭桥了，一直都搭着桥呢，要不然这么大力气。啊，来了来了！哇塞！慢点慢点，好紧张！哇！这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水库守了24小时，守到的一尾大鱼。老板，这条鱼到30斤吗？到30斤多少钱？2880吧。直径有吗？2.0的直线啊，搭桥给它弄上来的，好开心的。喜欢钓鱼的好朋友们，双击加关注。哇，看大不大？大不大？老板给钱。哎呀哎呀！炫富了啊，炫富了啊！9，找我12块，2900，一条鱼我们就上岸了，双击关注我哦！终于，啊，哇，好肥！哇塞，什么鬼？我刚扔下去，哇，这么有劲儿！水库嘛，这个水库有200多亩，所以说这里面的鱼都非常的有力气。刚才可能我抬杆的时候，哇，有一点用力过大，直接给它飞起来了，太好玩了！我的天哪，超它！呀，进来吧，漂亮！咿呀咿呀咿呀，哈哈哈哈，压低尾。老板入户喽！抖音。